大家好，欢迎回到看花见酒阿米的阿米秀。我们今天是应该是在疫情开始以来，从去年到现在第一次出外景的直播录播。我们今天来到了应该是中国跨境电商的圣地啊，深圳的华南城，在华南城的六楼。我在这个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就是我面前摆的所有东西其实都不是来自中国的，而是来自越南的。啊，最关键是我面前这位哥们，我今天才知道我们俩应该是早就认识了。对。应该是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上次见面应该是在福州吧，对吧？那之前我们聊到可能也是在一年两年前在福州。你说的是在福州的一杯大会吗？对，但其实正式的见面场合其实不是在大会上啊，还有正式见面场合。对，正式见面场合其实我不知道那个镜头这边能不能说。哦，应该是我之前的什么时候了？那怎么说呢？对，就是其实因为我们是在那个下半场遇到的。OK。对。我想起来什么事了？那个是2018年3月23号，是在福州。我那天是先去完一个酒局，是福州的这些卖家兄弟们我们一个局，然后完了呢。我又回到酒店楼下，那会儿就碰到你是吧？对，然后我们一堆人在喝酒嘛，然后啪拉住。这段我们不能再讲了，再讲下去呢就太多故事了。这个对，在现场就是说观众朋友们在现场，其实阿米有些故事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对，就是我们私下交流，对，就很多东西就我非常庆幸，就是当年呢还是最终把住了最后的关啊，没有干一些太傻的事情。大家听了半天啊，这个人我们在自个儿聊天还不知道，医生是谁？医生，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朱一，然后呢就是说在深圳可能也有一些卖家可能认识我，然后也可能今天遇到了一些新朋友，然后我是美设集团跨境电商事业部的市场总监，然后接那个愉悦国际物流深圳分办的经理。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跟那个老朋友阿米，然后一起那个探讨那个跨境电商的一个全球采。那后续呢我也会带领着我们的团队，然后那个为各位卖家，然后呢搭建起一个从越南采购的这样一个桥梁。这个Ethan带来的东西来，我刚刚一进来就看到了自行车，看到的很漂亮的这个胡桃木。你看这个，我们说大家其实在整个跨境出口电商，从2018年、2019年，大家说讲产品，讲这个精细化运营，讲了很多了。那为什么你们再去从越南？因为我知道这之前我跟你们的王总，包括你们的越南同事 KK。我们聊了挺多关于你们越南的布局。是。那上海美设作为一个上海美设渔业吧，应该作为一个很老牌的货运海运公司。没错。既然你在越南做了这么重的投资，为什么还在深圳？因为我看了在这个地方150多平方，你什么都不用，对，一个月也10000多块钱。是。你还这样，这些东西都从越南运过来。对，全部从越南进口。对啊，我们现在是在华南城六楼。如果你们经过，在华南城的066跟068有这么个展厅啊，可以来看看。如果你做家居的，就做爆款自行车的，干嘛？为什么要干这事？因为其实这样的，就是当初我们考虑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给卖家，国内的卖家，然后呢去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非常直观，然后非常能够。直接能够接触到这些境外采购的家具，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真的是境外采购，其实他看不到，他可能人要过去，然后呢也会非常奔波，那我们把这些东西买过来之后呢，在我们的沟通过程中有这样一个氛围，因为这个展厅其实你说的高级灰，其实大家都喜欢，我很喜欢的这个高级灰，对，加上一些我们用的一些暖色的灯光，然后去打在这些家具上，然后呢会觉得比较雅，就好像是星巴克的那个角落，对，我们可以两个人慢慢的去聊天，对，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可以让卖家更能深入到这样一个环境中，并且看到它的品质，因为所有的东西来自于越南。那这问题呢？你看这个家具我特别喜欢，因为我很喜欢这种简约的这种东西。这个是什么木头的？基本上这些家具都是用白桦木，都是最普通的一些木材，因为当然它贵的也有啊，但是贵的其实不太适合卖家去做，这些所谓的跨境电商，因为有些可能它的这些木种可能也是那个进出海关可能会有些限制，对，所以一般家具一般都是一些白桦木这样一些木头，最常规的一些木头。我看到其实有家居的，也有办公的，是吧？是，各种各样的。那这个自行车呢，一进来我就盯上了，因为这个应该是一个公路赛车吧？对，它是一个竞速车。这个
这个如果是零售价大概是需要多少钱？这个其实我们在越南采购的这个价格可能将近3000人民币。3000人民币，2000出头一些，接近500美金，对，600美金这样。600美金，那这个零售价估计要到1200多到1500块钱。对，那这个是一个爆品的产品，大家知道吗？现在自行车在美国、在欧洲是卖疯掉了。对，因为疫情，随着疫情慢慢的一个结束嘛，嗯，那很多就是大家会出来，嗯，那可能跟中国人一样暴行消费，嗯，但是我们出来之后要拼命去旅游啊，我去吃啊，对，嗯，那一些欧美啊或者美国人他喜欢去运动。那这里边就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了，你看家居我们所知道的很多房子其实今年卖疯掉了，是啊，最新的消息是通透好像就单纯家具这个品类哪个大卖家我一下子没记住，就8-9个亿的增长，包括自行车1000美金2000美金卖到破了，是，但是你会不会担心这个又会像这个口罩啊，来得快去得快，爱情就像龙卷风。对，就说到这个，就是说其实想到一首歌，对吧？然后那个给大家献个丑，就唱一句啊，就是说周杰伦的一首叫《龙卷风》，因为我觉得跟所谓的这个口罩这个爆款非常的像。对，就是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却来不及逃。他的一个爱情就是像口罩这类的产品，为什么？因为他的商机来得太快，突然间他就出现了。嗯，然后很多卖家可能会跟风。嗯，然后进去之后呢，哎，有些可能撤了，有些可能没撤。嗯，那没撤的这些，其实之前大家可能也看到，亚马逊维权，嗯，的一些照片、一些帖子，嗯，对对对对，它缺少了一些专利，它缺少了一些所谓资质证书，那它的账号被 block 了。对，那除了它的货可能没了以外，它之前的一些营业额全部都损失了。对啊，那这其实对卖家带来的一个伤害是很大的。嗯，包括之前其实可能也是一些卖家心中有点痛，平衡车，指尖陀螺，对，因为我们也是经历过，嗯，对，不是我们经历，对，是我们一些卖家朋友，因为跟我有一些关系非常好的一些卖家，嗯，他们之前其实也做得非常好，对，然后呢，我是看到一个卖家，嗯，然后那个一夜白头，一夜白头，真的是一夜白头，就是说今天我和他在一起，然后当天晚上出的事情。第二天我跟他约见面的时候，他真的是胡子和头发都白了，一夜白头，嗯，他可能亏了将近3000万人民币，嗯，对，就是一天晚上的事情，嗯，他亏了将近3000万。所以说呢，就是说追赶潮流这个东西呢，其实还是要慎重，还是要慎重，因为像这次疫情的确是给卖家带来了一波商机，嗯，对，因为他改变了一些欧美美国一些购物的习惯，嗯，他从一些那个线下的一些零售变成线上的一些网购，嗯，因为长期在家嘛，对，这段时间我们也经历过，对不对？对，被关在家里，嗯，对。但是呢，就是说，我认为，最终口罩的这类等于是潮流品，嗯，最终可能那个真正获利的，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是两类，嗯，第一类呢，它可能是有非常敏锐的一个对产品的一个判断，嗯，加上可能对美国的这个情况的了解，嗯，加上我觉得也要一颗非常强大的一颗平常心，嗯，因为什么？因为它可以赚一波之后，嗯，在这个高利润诱惑下，嗯，它可以做得非常潇洒，嗯，全身而退，对，全身而退，不玩了，我做一波，我赚够了，我不玩了，啊，我直接走了，我目标是2000万，2000万之后我就撤，哎，对，那这种我觉得我很佩服，嗯，他的运营能力，包括他的一个强大的心脏，对，我觉得一般人可能做不到。对，对，因为大家可能是想利益最大化。嗯，对，这类卖家，哎，是我佩服的。对，第二类呢，我是觉得就是说扎根在这个行业内，嗯，相关领域内，嗯，比如说之前我们一些熔喷布的，嗯，然后之前可能做口罩的，嗯，那很多人会跟我说，对，因为我们之前传统物流我们接触过这一类的这些所谓的厂家，嗯，他们可能今年做完，嗯，就退休了。对，因为今年这赚的其实也不是今年嘛，就几个月嘛，嗯，这几个月他赚的钱可能是他之前15到20年的一个总和都不止。嗯，那对于他来说，他是长期扎根在这个行业内，嗯，那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嗯，加上他可能有很多的一个实操，嗯，那这波疫情来了之后，把这个商机挑起的时候，他抓住了，嗯，并且打出了最大值，嗯，对，那他当然是赚钱的，嗯，哪怕到后面随着那个疫情的逐渐回温，嗯，那它的一个所谓的抗风险程度，嗯，我觉得也肯定比一些采购型的要来得低，嗯，而且它也知道怎么去应对这些问题，因为它资质各方面都比较齐全。
所以其实你带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卖家无论是追家具的这个爆品，是还是追自行车的爆品，其实关键点是对这个风控。没错。那你讲到风控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提这个问题了，就是越南，对吧？越南现在在跨，这我们叫全球产、跨境产、跨行销。越南现在跟欧盟签的这个接近零关税，1%的关税，接近零关税了。是。那这个整一个情况，对于中国卖家，这是我们叫优缺点吧？我们前面也做了很多的分析，在你看来。这个是就是一个风险吗？这里面风险到底有风险还是有机遇？我觉得肯定就是既然有风险啊，既然有机遇，那肯定也有一定的风险。对，所以说大家是一定要去衡量或者评估。嗯，那所以在这一块上呢，其实我不得不分享点数据给大家。越南其实说实话，就是说大家可能最近会关注越南出口这一个所谓的议题。对，那为什么呢？因为越南2019年它出口到美国的一个出口额，达到了690亿美金，那我们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中国出口2018年2019年，它的一个出口到美国的一个总额差不多是5500亿美金，但是其实你看到它其实涨幅和跌幅都比较平均，对，但是越南它是同比2018年，它增长了40%，那这一块的增长其实已经代表了一些问题了，对，加上2019年可能美国对中国打了贸易战，增加了一些我们出口的一些贸易壁垒，那其实对美国来说，他并没有因此在他自己的国内对他的再就业和他的一些工厂的复苏，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对，可能疫情也来了，但是呢给一些东盟国家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机会，对，特别是越南，越南他这个时候就啪脱颖而出，对，因为在2019年，就是在今年的1、2月份，其实我们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它第一就是说产生了一个逆增长，它其实出口总额同比它下降4.9%，但是越南同比增长17.3%，对，就是大家都能看到，第一这个是可能是商机，第二越南的确是它脱颖而出，慢慢在往上走，截止到今年的5月份，越南这5个月。它已经达到去年同比又是36%的一个增长，然后呢在美国的一个进口国的排名里，它用了1年的时间，从第12名现在爬到了第7名，也成功了引起了那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个注意，对，他就说越南就是一个搭便车的，对对，特朗普老师说去越南就是一个搭便车的，是，所以也分享个小故事啊，就是越南也为了去迎合美国嘛，然后呢就抵制了我们的华为5G 嘛，对，因为他也想持续的保持这样的一个势头，把自己成为一个贸易国，对，大概是这样，那这里面就又带出一个新的问题了，对吧？我昨天晚上11点多，我们深夜有个朋友，我们那个朋友呢，如果你在看我视频的话，这个谢谢你啊，10点多11点还在问我问题，他说我在这个广外，我是广外的校友啊，我在我们 MBA 听完你的课以后，我就决定下海做卖家了，我不知道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是今年做卖家还是不错的啊，对啊，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优秀的供应链，他就问我一个问题，怎么选品，那好了我也问你了，这个越南那么多好东西，你看这个有办公的，有白胡桃白桦布的，还有3次自行车，还有一些普通的家用的儿童的各种各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怎么选品，你们怎么去帮大家选品，或者说你怎么去在这个事情上能够让大家更好的进入这个状态，是，就是说其实越南就是前面跟大家说了一些增幅嘛，那越南其实它主要的几个增幅比较大的一些产品啊，第一个是其实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特别是华南买家特别熟悉的3C 类，对，3C 配件类，它的一个增幅呢是19%，也就是占到整个出口的19%，那第二个呢是我们日常用的那鞋，我们每个人都穿的鞋，对，它的一个增幅呢是15.9%，是，那还有一块呢就是今天我们可能重点会突出的这一块，就是越南的木质产品，木质家具，对，木质家具，它的一个增幅呢是15.4%，那其实690亿15.4%，其实这个市场它的一个份额就出来了，就看就是各位能吃到多少，对，能吃到多少，对，那为什么我们会去做家具这一个品类，对，其实你说真的，前面阿米说到了，就是说办公家具和居家家具、卧室家具，
就是我也给大家一些数据，嗯，比较详细的数据。那这个数据其实大家听完之后可能也会有个印象，也会有概念。嗯，那其实像我们这类的这种所谓的餐厅的家具，餐桌，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椅子，嗯，包括一些办公家具，嗯，它其实从中国出口的话，它是零税率，嗯，加上一个25%的贸易战关税，对，对吧？嗯，然后从越南出口它是零，嗯，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能看到。哦，它有1/4货值的这样一个空间。嗯，那这个空间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认为它如果卖家去运营的话，直接是纯利。嗯，因为这是它原来应该付出的成本。对，现在的成本是减成为零。嗯，那这一块成本就是它的直接利润。嗯，也就是直接的利润，不是毛利，是净利，对不对？嗯，那这个可能哎误差不是很大。那继续我们往下走，因为我是从下往上这样有个慢慢的一个爬升度。那第二块呢，可能我们说的就是一些我们卧室家具。对，我看到有床垫。对，我们这里还有床垫。对，床垫可能是最后说的。嗯，因为床垫真的会让家会让大家非常惊讶。嗯，所以床垫可能是最后的。那我们看到一些床，就床垫上面的载体，床架。对，床架。然后呢，一些床边柜。嗯，然后呢，包括一些那个梳妆台，可能你这边看到的梳妆台。对，我们这边看到。对，然后木质的这个大衣柜。嗯，那这种产品呢，其实在中国出口的话。它是一个25%的贸易战关税，嗯，加上一个216%的反经销税，嗯，接近250%，对，250%，对，然后越南采购，嗯，零，嗯，也就是说中间它有货值的250%的这样一个利润空间，嗯，那具体怎么操作，其实就看卖家能力，嗯，我相信可能现在目前亚马逊上也会有这样的竞争，对，但是我觉得可能。它的竞争会比较小，嗯，相对来说，可能卖家选择的是一些没办法在桌面上讲的方式。对，但是这些方式其实会有一定的风险嘛，啊，非常严重的风险。对，非常严重的风险。其实我们也做了这么久的物流，其实我们也看到，其实包括你说，哎，我从中国采购，然后到越南我去做个转关什么之类的这些动作，嗯，但是其实卖家忽略了一个问题，第一，这个成本会失效，嗯，第二个，其实在越南出口的时候，其实越南海关会去看你的原产地证，嗯。如果一旦发生问题的话，其实你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损失。嗯，